不行，这次说是啥我都不能管。我妈就我一个女儿，再说了，一个女婿半个儿，你不管让谁管？自从娶了你，我都在你妈身上花了多少钱了？不应该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要去你自己去，今天我是说是啥我都不去。妈，别叫他！你们是怎么了？一大早的在这小区里吵吵嚷嚷，也不怕别人笑啊？怎么了？他妈生病了！哎，他妈生病了，你得赶紧去看了呀！看什么看？他们有大哥二哥嘛？这不结婚没几年，花了多少钱？看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什么他妈呀？他妈不是你妈妈？啊？你看你媳妇那么着急，你不要说人家大哥呀、二哥的，隔尽七星，知道吗？你忘了？上次妈心脏不舒服的时候，正好你出差不在家，还不多亏小青，人家带我去医院断屎断尿的。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你怎么能说出那种话呢？你让小青多难受的心里，这么好的媳妇儿，你都不懂得珍惜啊？人家自从嫁到咱们家里，对你爸怎么样，对妈我怎么样啊？任劳任怨的，每天起来那么听话，你怎么做的呢？啊，刚遇到这么点小事儿，看你的样儿啊，你是不是缺钱？妈刚发的退休工资，两个月的都拿上，赶紧还不快去啊？把小群都伤心了，快点去追去。妈，我走了，快。